起金刚的手印哦，跟一般的手印不太一样，它主要是大拇指压在无名指底下，大拇指压在无名指底下，啊，两手合起来就是它的手印，比较不明显，看起来好像是合掌，金刚合掌，其实不是，是两个大拇指压在无名指底下合起来。